王老师，你天天对我闺女那么严格，昨天晚上做梦都说，老师，我作业写完了。真的吗？你能不能对她好点，哄哄她？随意的，给她点个爱喝的奶茶。你就不会给她做点好吃的？点外卖多不健康。哎，有了，看我的，我来给她做个好吃又健康的奶茶。嗯，真香，好吃，保证把她哄得妥妥的。闺女。给，这是我刚给你做的。又想给我布置作业？我今天不想学习，这是王宝宝外片，奶茶味的，可好吃了。来，你尝尝。嗯，好吃。你又没有零花钱了。我是想说，爸爸爱你。完了，喝多了。你这是要说的啥？老婆，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半夜你哐哐叨我两拳，你忘了？到现在还眼冒金星呢。哦，是啊，我梦见你了。原来你就是他的噩梦。今天早饭没你的哈。妈妈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吃饭啦！今天早上咱们吃点不一样的早餐，水果吐司配牛奶。我吃了西瓜的，中间还有夹心嘞。甜而不腻。这个瓜瓤和瓜皮都是用健康果粉做的，既营养又好吃。谁让你吃的？我又没惹你。没惹我能咣咣倒你两拳？你那不是做梦吗？做梦你都不放过我。哎呦我妈，我终于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坐最后一排了。不是因为你个高吗？ No, 我们俩都中计了。啊？你看，他今天上课前悄悄地给了我一张纸条。王老师啊，我闺女是班长吗？不是啊。是组长吗？也不是啊。那你给他这个纸条是什么意思？我在前边指点江山，他在后边听掌控大局，我们俩配合多默契啊。我送他是去上学的，不是去给你做间谍的。妈，今天我们考试了。你又没考好是吧？你别和我说啊，你爱找谁找谁，你没我这个妈。爸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哎呦我的妈。爱为你唱歌。哎，让别的家长知道，别说我偏心了。就你俩这关系，照顾照顾他不行啊？哎，什么好事不让我去？别声张，别声张，带你，带你。好好好。杀！这个好事，我知道你俩这么纠结。王老师，谢谢你大晚上这么照顾。回家了，走走走，走回家。哎，王老师，家长都帮你干完活了，你还想跟着家长回家？